像我这种人啊，就是山山峰顶顶火是啥呀？山山峰顶顶火。家委会主席有没有什么内部消息？没有一个会赚钱的老屋，什么事情都不让你操劳。你这消息老灵通了。哎呀，要是你能替我们出头，那就好了。希望妈妈是职场精英，有她每天给我盯着，我就不用每天费神刷手机了呀。哎呀，你说啊，这女人在家里不赚钱，真是一点话语权都没有。那个李非凡妈妈，我那个看的眼光啊，不要太吓人。今天这个群里都炸了锅了，幸好苏醒不在这里面。凡凡妈妈，说什么问题吗？现在人啊，就是怂，毕竟厉害的就想息事宁人算了。你学废了吗？